单的处理球的方式。对，而且如果说可以提高命中率，接近篮筐的攻击的话，可能让对方有所转攻少一点，可是三分球必进。哇，六球连续两天在本土四秒钟，哇，这下半场的爆发，三分线外又出手，哇，四十分了，国王队要回了领先，看看六九能不能够还以颜色。卢俊祥这一次的切入海底捞月拿下分数，哇，倒要小心哦，再带出来，卢俊祥一个转身拆炸弹成功，玉瑞一个地板给球交给 Y open 的卢俊祥，在三分线外手起刀落，分数的差距55-64，上半场的读秒阶段，卢俊祥直接过掉第一步开往禁区得分，哎，可以做到的就是第三节有超前比分，卢俊祥在暂停回来，马上用一个高难度的拉杆，地板给球，空手走位开后门，对抗以后六球摆进分数。